来吧。喝完这杯酒，我这个介绍人的义务就都尽全了啊。剩下的戏你们两个人自己唱。我怎么觉得我俩不是你介绍的呢？我俩叫自由恋爱。老话说卸磨才能杀驴，看见了吧？在北京没人能惹他。岂止是在北京啊，在上海也没人敢惹他。喂，什么话呢？谁说的？这第一次你就敢惹我？那会儿啊，他当着所有的人，那么多人面前让我下不了台。我跟你说，妈咪，这事儿我一定跟我家老爷子说去。他是不是老欺负你？谁欺负他了？没你说的那么凶。哎，我说爱国，你这背着我跟他面前说啥了啊？我简单的把你的脾气秉性跟马明介绍了一下。马明，来来来，你呀，光过小娜这一关不算，你得过她爷爷那一关。她爷爷70多岁了，那个老头不得了。我爸爸站在他爷爷面前，笔杆调直了。你知道他爷爷管我爸爸叫什么吗？老阎王。喂，我一会儿再跟你算这账啊，别听他胡说八道。管我爸叫小黄毛，我爸以前头发是黄的，打仗的时候营养不良。说正事儿，哎。我听说上海市委组织部让你们这些年轻的干部要在各个岗位上调动一下，是吧？嗯，我也是刚听说的。哎，你这个消息比我还灵通啊。现在是信息时代，信息对我来说意味着最大的商机。我跟你说，我就喜欢爱国这一点，他呀灵得慌，就是聪明人。这是我头一次听你夸我。那是真的。不过小娜，我告诉你啊，你从小到大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认识了我这个老同学，收了马明这只潜力股。哟，他还潜力股呢？我看啊，只要不亏本就得了啊。反正是把我收购了。有的赚，有的赚。哎，对了，我找你那事儿，你都办妥了吗？办了，办了。你的事儿我永远先办。再说了，那帮外资赚了中国人这么多钱，也该让他们为中国这些穷艺术家们做点贡献。大明，我没烟了。你有没有搞错呀？我现在可是堂堂的办公室副主任。就是，就因为你现在才是个区区的办公室副主任，我才敢这么支持你。以后你升了官，我就支持不动了，你知道吗？行吧，妈咪，你去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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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个电话让司机来送你一趟。得了，你别停了，赶紧去吧。怎么，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人好吧？挺好。小娜，嗯，你说的那个投资潜力股画家的事儿啊，不是不好，就是赚得太慢了。等这些画家能赚着钱，我都老了。这个我知道，然后呢？现在赚钱快的还得是房地产。可是我又没有你那么雄厚的资本，说这个有什么用呢？资本有的时候不是资金，我什么时候管你要过钱呢？你在说谁呢？咱家老爷子。我跟你说，你可别打他主意啊。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养成大蛤蟆，你那群画家养得再大也是癞蛤蟆。你看看马明这个小蝌蚪能养成一只金蛤蟆。政治投资是回收效益最大的投资，但最重要的是他得有个舞台，我们得推他一把。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不过我可跟你说，我跟马明的关系可不是你指的什么投资回报的关系，我是真的喜欢他。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他，你们俩早晚会在一起，所以他的仕途就是你的未来，对吧？嗯。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换届选举，反正我已经把分散出去了。我就说，马明是一个老干部的孙女婿。你就胡吹吧，
这事儿啊，要是传到你家老爷子耳朵里，有你受的。我是为你好。我知道，还是得谢谢你。爱国。得了，你别听爱国瞎掰了，赶紧吃吧，啊。现在做啥当心，做啥当心，做啥当心噻？睡不着觉了又？哎呀妈，你要实在心疼啊，那就不要了，咱们把它退了，好不好？比你儿子有钱多了，买件衣服算什么呀？妈，你就安心穿，穿坏了让他再买。这女生太会赚钱不是件好事，时间长了会骂到楼上。妈，时代不同了，小娜也不是那种人，你胡思乱想什么呀？你都是什么陈旧的想法呀？别想了啊，安心睡觉。你要实在睡不着啊，我可以允许你今天晚上吃一颗药，好不好？不吃不吃，赶紧睡觉去吧啊！累了一天了，明天还上班呢，回去回去去。嗯，好吧，那你好好睡啊。头上什么东西啊？哪儿？没事，我来回去。去吧，赶快睡啊。以后给妈买东西啊，千万别告诉她价钱，你出手把咱妈吓着了。我没想跟她说，是她自己问的营业员。再说了，那种地方我才不想进去呢，一股子怪味儿，难闻死了。哎，你爸爸下面去一下。哎，我估计咱妈呀又该睡不着觉喽。妈咪，说实在的，我小时候就没妈。可真是把你妈当亲妈看。我这个人呢，有的时候脾气不太好，我行我素的，到时候还能请你妈妈还有你多担待点啊。哎，谁让我摊上了这么个大麻烦。好吧，我多担待吧。讨厌。快睡吧。嗯，找谁呀？阿姨，是您预定的花吗？阿明，阿明，哎哎哎，这花怎么了？哦，我订的，我订的。哎，妈，你去，你去吃早饭去吧，去。哦。多少钱？七八块钱。先生，不是的。你们昨晚预定的是25元的花，我不会送错的。啊，没送错，没送错。这么点花也要25块啊？啊，先生，不会弄错吧？没弄错，没弄错吧？谢谢。这么贵呀？啊，那你刚才怎么跟我说7、8块呢？怎么了？还瞒着妈？买花干什么呀？啊？有什么事情要买花？妈明，你这是和咱妈耍两边派是吗？啊，花好看吗？好看是好看，这顶我以前三山组半个月工资呢。哎，花好看就行了，放在家里面啊，心情都不错。哦，放在家里的。嗯。哎呀，这花嘛，逢年过节的，看个朋友什么的，那平时插什么花呀？这浪费钱嘛，这不是？你可怎？几朵花才那么贵钱？来，吃饭，来吃。
吃饭了。好，拿来。哎，好，谢谢。啊，对了，你去帮我把床单换一下。嗯，好。嗯，哎，这床单不是前两天刚刚换过吗？哦，妈，床单要经常换。以前在我家，床单和枕巾都是天天换的呢。娜姐，接电话。哦，来了。我先接个电话啊。他们家庄丹丹电话来了。他大爷爷以前不是革命的时候，过草地啊、爬雪山什么的，那也天天换庄丹。这已经是他领子最高的衣服了。嘘，什么最高的？领口啊。那就他外头不要穿，就家里穿穿。好好好，你放心啊，我天天盯着他。你是领头，让人家说话的，个萝卜领子穿那么低，那么难看的。好，快吃吧。小娜，快点吃饭了啊。这塑料袋洗洗还可以用的，你看都要破了，这个袋子破了没事，粘起来卖给收垃圾的。娜姐告诉我说，用了袋子赶紧扔掉，不要再用的。他们年轻人不知道节约，这多好的袋子，放着。你看这，你看像这种袋子多厚啊，这怎么用都不会破的。这买海货的人也真是，这么厚的袋子，分量重很多。好了好了，我来，他这么洗了。嗯，然后那个，等一下机洗一洗啊。好，放点水。我来，我来。小刘，阿斌，拜托你跟妈说一声，别再用那些袋子装食物了。我可跟你说，那袋子装过的什么虾啊、鱼啊，我可都不吃的。来，你要出门啊？嗯。再加一下外衣啊。商量个事情啊，以后那些塑料袋子就不要再洗了，又卖不了几个钱，你看看挂在家里像什么样子，再说也不卫生啊。哎呀，你们这些人呢，刚有了几个钱就变修了，都像你们这样不节约，那再碰到什么三年自然灾害什么的，喝西北风啊。小娜，爸，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的意思是啊，该节约的时候就节约。妈，这不是节约的问题，那塑料袋子不卫生，细菌滋生，对身体没有好处。是啊，我看那个装进过那个袋子里的鸡和虾也都扔了算了。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叫不卫生啊？我都洗得干干净净的，还有这鸡为什么就不能吃了？妈，那些塑料袋子都是小娜用来装散装颜料的。那都是矿石颜料，会分解出化学物质。用它买菜、装鸡、装虾，那很有可能会吸收进有害物质的。好，我老了，我不懂卫生，我没文化，以后你们说了算。哎，妈。妈，别生气了，都是我让马明变修的。你要不开心啊，就骂我几句好了。要是还不解气，就打我一顿。谁让我带回了袋子，还怨妈呢？啊！我说我小娜，现在领教我妈的脾气了吧？在我们家就得听我妈的。妈，这算什么？我家那老爷子那才个倔，他自己发臭脾气不说，还不允许还嘴。妈。根本不算什么。
是吗？嗯，好了好了，我怎么跟你爷爷比呀？啊，那真是老革命。行了，忙去吧，晚上记得回来吃饭啊。好，那我上班去了。穿件外衣啊。我让他加件外衣。阿敏，你洗什么呢？洗两件衣服啊。像他的衣服。他脱下来随手一丢，我怕到时候忘了洗，我帮他搓出来。你在外头是响当当的领导，领导别人，那回家怎么洗老婆的那些内裤呢？哎呀，这种事情传出去多没面子。再说了，这男人吸女人的东西他出眉头的。你这个什么思想啊，出什么眉头啊，两件衣服有什么不吉利的？哎呀，没事的。他爷爷再是大官，那他上了我们家门，那就是我们家媳妇，还没进门呢就把他宠成这个样子。那要是以后生个一男半女的，那还怎么了得啊？妈咪，爬到你的。阿咪，妈。嗯，你先去吃早饭吧。啊，吃，赶紧上班去，快去。妈。平时工作也挺辛苦的，家里面我们这些大衣服啊、厚的东西什么的，反正有洗衣机。像这种小的衣服，还是抽空自己洗洗吧。在家里多少是要干点活的。啊，妈，那之前我嫁过来的时候，你不是说所有的活都不让我干吗？怎么这活又让我做事儿啊？是，妈，我跟你开玩笑的，我洗，以后马明的还有你的，就给我洗啊！来来，我来洗，不用了，妈，我来洗。好了，这次让我洗啊。你的野兽派哈、啊，嗯，小娜，嗯，是不是生气了？嗯，我妈呀，是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才说话没遮拦的。老人嘛，总有一些老习惯。再说过去苦日子过惯了，总想替我节约一点。好了，咱不说这个了。来，你看看，我给你买了一套西装，意大利的料子。波特曼定制的，怎么样？你用不着这么考究吧，我有的是西装。谁说的？如果你真选上了副局长，你那些西装啊都不能要了，我从国外给你带回来。好，你先收起来。嗯。哎，马明，我爱国呀。啊，爱国。我先恭喜你啊，听说你马上就要当上淮海区的副局长了。这个消息是从什么渠道流出来的呀？我这个当事人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渠道了，我黄爱国又不是神仙，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能事先得知干部升迁呢？哎，每次有听着电话那头老同学滔滔不绝的话语，马明并没有被黄爱国的恭维冲昏头脑，相反，他倒是从老同学反常的兴奋状态中悟到了一点什么，提醒自己千万谨慎，要夹紧尾巴做人。帅哥，啊！哎，小南，嗯，看咱们是不是什么时候去看看你们家老爷子？怎么了？这煮熟的鸭子，你还怕飞了不成？难得见你这么谦虚啊，还能把自己比作鸭子，讨厌！万一他老人家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呀？你瞧你，你这还是刚提拔的干部呢，你怎么就对自己那么没信心呢？你放心吧，吃不了你。如果我老爷子把你给吃了，我呢就把他给吃了。不愧是野兽派。你行啊你。
小胡，不好意思麻烦你了。马明呢？哎呦，阿姐还不知道吧？马明现在是副区长，每天忙的呀，焦头烂额的。真的？我之前才听说他当办公室主任，怎么突然间变成副区长了？这小子坐火箭了。哎呀，真厉害！哎，对了，我听说你也当总经理了。哎呀，我这是什么？阿姐，你还不知道，国内有一个笑话，叫一个砖头啊砸死三个人，有两个人都是总经理，剩下那个还是个副的，都是经理的意思啊。哎，阿姐，我听马明说你这回回来打算弄上一批101生化水和南宝去日本，嗯，我都给你联系好了，但是你要提货的话得要到深圳。哎呀，小胡，谢谢你，你帮了我大忙，深圳我自己去就没问题了。哎呀，阿姐，谢什么？我这以前做过药店的，这些举手之劳。哎呀，真的太谢谢你了。没事，阿姐，车在那边。啊，好。陈总，你好。你好，你好。马小姐，有胡先生介绍，这点小事不足挂齿了。在深圳，不管你有什么需要，只要不是军火和毒品，一般都能搞定的，没有问题的。陈总，那就麻烦你了。几几人，不用客气嘛。嗯，对了，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货款是不是可以用日币结算？可以啊，可以啊。真的？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提货呢？喂，白小平啊，我跟你说啊，我这边一切都搞定了，你马上飞来深圳，你跟我会合。对了，那个货款用日币结算，你那边不会有问题吧？没问题，光靠汇率差价咱们就发了。哎，对了对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马明他当上副区长了。那太好了，以后做生意可以请他帮忙了。咱们才刚离开几年，你都不知道中国的变化太大了，你要是回来看一看肯定也吓一跳。嗯，好，那我不多说了啊，我挂了。好好。会社的社长何野君，こんなと申します。こんなさん、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过的马拉小姐。本当ですか？可愛い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ちょっとガラスを貸してもらって。哦，はい。在多久？好的好的，古野先生、何野先生，请坐。すごい。いいですか？はい、どうぞ。マリさんの歌も上手ですね。私は北海道出身だから、ふるさとの歌聴いたらすごく懐かしいですよ。中国の言えば、なんだっけ、老乡面老乡、两眼泪汪汪か。何野先生、您过奖了。マリちゃんの日本語すごい上手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どこで勉強してみますか？今、我现在是自己单干。そうなんですか。はい。中国の、といえば、
客気風ですね。はい。マリちゃんのノリックよりこれはもったいないですよ。もしかしたら私の会社入って、今プロハラコのところちょっと嫉妬足りなく、そっちの手伝いもらってほしいです。はい、でもマラは、对不起，我还是喜欢自己单干。何野先生，谢谢你。要不然我把他给叫过来，你们两个聊一聊。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吧？我去给你叫他。对不起，社长，我不能把这些钱和你公寓的钥匙交给马拉小姐，请你收回去。あなたは彼女の味方の。こちらにやめてよ。やめなさいよ。バカ。バカ。行为在中国被称为强行非礼，不但超出了男人的底线，还令日本民族蒙羞。请社长不要再做这种丢脸的事情了。うるさいよ。哎呀，住手！不要再打了。彼は私の部下です。マリちゃんは関係ないよ。河野先生，这里是中国。不是日本，你想打人就打人，想让人就范就得就范，我告诉你，休想！安大江，安小姐，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请你们让我自己处理，拜托了。社长，你这样做是错的，社长。哎呦，社长先生，你这样做是错的，请不要再做这种丢脸的事情了。你给我！混了吧你！两个人不能。我告诉你，这是中国，你别给我嚣张！你要再这样，给我滚回日本去！あの二人は不良の女ですよ。你再说一句。二人は不良の女ですよ。够了！何にやるの？想不到社长说出这么难听的话来。やるの？你以为你是什么？你是猪，猪狗不如！我告诉你。我不干了，我不干了，走，快点哟，快点哟，走，别跟他说了，喂，走，Iggy，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一辈子会再见到马拉小姐。那份工作，我早都已经不想干了。我决定了，我这就搬到上海来，在上海工作，住在这儿。真的？真的。太好了，郭元君。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在向马拉求爱？啊，白小平，你说什么呢？不敢，不敢。
只要这一辈子我能经常见到马大小姐，对我来说就是最幸福的事了。至于你说的那些，我不敢有那份奢望。顾元君，你不用自卑，你今天既然能跟马拉重逢，就说明你们有缘分。嗯，你，我问你，你想不想做上海女婿？你勇敢点。我想。好，那你就拿出一点诚意来。拿出诚意。把它喝掉。白小平，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做上海女婿就要喝这个？好，我做上海。你别喝，这水脏，真的很脏。没事儿。哎，古元，你也太傻了，这水真的很脏。你玩笑开得太过火了吧？那水多脏啊！你心疼啊？重色轻友，我帮你呢。白小姐，你放心，以后我对马拉好，你是马拉的朋友，我也一样对你好。那不用，那不用，马拉小心眼儿，你对他好就行了，我可不想被他给吃了。白小平，你来，咱们今天不醉不归。来，给我倒上。来，张明，你先别告诉你姐，我也跟着一块来深圳。他要是知道我也来了，肯定又拿屁股对了。哎，你也真是，真是个死心眼儿。哦，要是我姐一辈子都不理你，那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对，死心眼儿，而且越来越死心眼儿。也不能这么说，也可以说是。活明白了，三儿你好。哎，谢谢，走吧。便宜，或许他一分钱都不值。老莫，你话讲的那么高深，我真的有点好奇。哎，别，别看，除了你姐，任何人都不许看，你一定要亲手交给他。怎么说呢？他记载了我的青春。老莫，你也有青春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好好好好好，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青春呀带给马拉。马拉，你轻点吧，我。你没啥大嫌疑，前天腿破了，昨天腿又破了，你就不能这边了？哎，少说两句能死啊！停工停工，点你了。点什么点呢？去不了，申科也得歇口气儿吧。就你这财迷，赶紧走。烦死了！
跟李德说我马上到啊。哎，老公，人要打你就闪，你别傻了吧唧的，听见没有？闪什么闪啊？傻男的谁挣钱呢？我问你，在这儿谁挣的最多，谁最贵？哎呦，行了吧你？还闪？按您的吩咐，我穿好了。把眼镜戴上。啊？把眼镜戴上。啊。你他妈的平时不是很凶的吗？几个月没发工资了。起来。啊！操！接着骂。先生，不能打你。先生，林满宾伟呀、啊！啊，那你说什么宾？那啥，就是你找谁呀、啊？啊，那个我问刚才出去那个是不是叫马峰啊？不是啊，叫田峰啊。田峰，老板，你是不是也慕名而来想找他练拳的呀？我跟你讲，你找对了，田峰是我们这儿头号沙袋，有好多老板都点名要他的，都是回头客。哎，他怎么可能叫田峰呢？那你看。老板，你看是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呢？他就叫田峰啊，你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这不是陪练吗？他怎么叫沙袋呢？什么意思？外边叫陪练啊，我们圈里的叫沙袋。啊，老板，你是头一次来，对吧？对对对。没打过人肉沙袋？没有。想不想尝试一下呢？就我打他。对。行，我可以试试。坐一下。老板，我跟你讲啊。打沙袋和人肉沙袋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哦，有好多老板又想健身又想撒气，就指明要打人肉沙袋。你今天来找田峰找对了，他身体特别好，肌肉可结实了，打起来手感可好了。哦，哎，那他什么价啊？这个价钱有点高，不过一看老板你就不差钱儿，真的，四五百吧。哦，他。干这活儿是不是干好几年了？你问这干嘛呀？你是记者吧？哎，别，你别误会，别误会，我就是消遣过来锻炼锻炼。你坐下坐下，我就想问他，如果我要把他那个包下来呢？包也行啊。不过我跟你说，我真瞅你有点像记者。不是，放心吧。啊，那个你要包也行，包不过预约金就要翻倍了。哦，包几场？那长包呢？长包啊，嗯，你这样，老板，你要长包的话，我给你打个85折，怎么样？85折。哎呀，老板，你看，别那么小气嘛，一看就是大老板。人家人肉沙袋不容易的，你想，首先做沙袋要有一个好身体，那得吃多少滋养品呢？对不对？打来打去的，能不受伤吗？你受了伤还得自己拿医药费，老板都不管。哦。那啥，要不然75折，我真的再少真不行了。行，他这活是够苦的。嗯，我就想知道他，就干这个活，他家里头能腾余吗？就是整天被人这么打来打去的，他家里头没意见吗？哎呀，老板，那我就不瞒你说了啊，我就是他老婆。你是他老婆？啊，那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天天让别人这么打你丈夫呢？你这太忍心了。我愿意吗？真不是，你听我讲，要说来就话长了。哎呀，大哥，是这样的，他从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8岁了连衣服都没有，光着屁股不能出门，10岁的时候也不能上学，跟着他爸就去下煤窑了。那年正好赶上塌房的时候，他爸就被砸里边了，这样他背起着他爸就死里逃生的跑出来了。还好老头命算保下来了，腿没了，现在还在医院里呢。现在还在医院里呢？这不是一会儿下班就得过去给送饭吗？哎呀，要是我们两个人怎么都行，是不是？还有孩子。哎，他有孩子了？对呀、啊，我们孩子5岁了，还是个男孩，你说这事。男孩多不好，将来又有结婚又有这个那的，要不然我作为他媳妇，我能让他干这活吗？真不行，别难受，是挺惨的。
哎，好了好了好了，那行就这么定了，我长包了啊，我把它长包下来。你真长包吗？啊，真长包。多长时间呢？五年行吗？先来五年。没，不好意思哈。嗯。五年啊。啊。但是，那老板，我们这个也有规矩，就是你要是真定下来，要交点付款。你看，那没问题，包五年得先交多少钱？怎么着得一万？没事啊，正好我刚取出来一捆，还没动呢啊。这就算定了。定了。行，一会儿我就给你记上了。好，老板。啊。您真是出手够大方的，啊，行，希望你有个好身体哈。啊，好。您这样，您有空就过来，我然后来之前，然后我们那个再联系，我先好不好？我先看看。哎，谢谢你了，谢谢你。别太难受了啊。啊，没事没事。慢走哈。多想拥你在我的怀里，却无法超越那距离。美好回忆渐渐地远去，盼望今生出现奇迹。无尽的想念荒了容颜，无助的爱恋从未改变。无尽的想。